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郝老师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今天再来继续看雅各书。雅各书我们前面曾经提到恋爱期间的这个佳偶，这个女孩子她的思慕、她的不安，还有她的赞赏。下面我们就看到他们互相的称赞，良人称赞说：“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。”佳偶也回称赞说：“我的良人，你甚美丽可爱。”之后我们又看到他们互相的赞赏，各以对方为独一的挚爱。良人称赞佳偶是荆棘中的百合花，佳偶称赞良人是树林中的苹果树。之后就唱了一首大副歌：“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爱，等他自己情愿。”接着我们就看到良人的回应，这个是佳偶的一个独白，就是良人穿山越岭而来，好像羚羊，好像小鹿。良人邀约佳偶一起出外，这个春游，但是佳偶就婉拒了。这是我们上一周结束的地方。这一段佳偶的独白是，基本上是回应不要叫醒爱，等爱自己情愿。看起来这段好像是佳偶的回忆，又好像是佳偶的这个想象，就是好像他在心中的一个 imagination， 他的想象。他听见良人呼唤的声音，好像仿佛看到他像羚羊像小鹿飞奔而来，然后在墙外偷偷的看着这个佳偶的身影。良人两次的邀请他说：“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”冬天已过，那个时候正是鸟语花香，情侣一同出外遨游，谈情说爱最好的时光。但是佳偶却非常的害羞，好像鸽子一样躲在这个岩石的穴里面。良人担心他们的爱情仍然有阻拦，就请了身旁的侍卫专门擒拿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。佳偶立刻回应他向良人全心奉献的一个保证，他说：“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”虽然有他的口头保证，但是他仍然请良人等到天明的时候，黎明的时候再回来。佳偶一时的踌躇，就换来了良人离去的时候的一种失落，这就牵引了出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序幕。这一幕我们可以称作佳人夜巡，也就是在夜间的时候，佳人出来寻找良人。跟前一首诗的对比呢，我们可以说前一首诗虽然也是佳偶的独白，但是它主要是讲到男追女，而且是在白天，我们可以说是春萌。但是这一首佳偶的独白，我们可以说是凤求凰，就是女孩子出去找男孩子。也有人把这一段称作枕梦，就是枕头的枕，她在枕头上面所做的一个梦。那这个当然不是白天，就是在黑夜，所以有一些的对比。这一段圣经是在雅各书中很少有的一段平铺直叙的文字，字汇非常的简单。我说的字汇就是原文希伯来文的字汇，非常简单。希伯来文的文法结构也非常的简单，在整个 interpretation， 就是我们说的释经的方面，几乎不太有什么混淆。这个时候当良人不见了，夜间佳偶在床上翻来覆去没有办法入睡，他就到城中去寻找良人。当他找到良人的时候，他以一个弱女子就抓着良人不放，一直把他带到母亲的内室，生怕再次失去了我心所爱的。戏剧性的结束之前，又再唱了一次大副歌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第三章第一节开始，这里说：“我夜间躺卧在床上，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，在街市上，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。”注意哦，我心所爱的不断的出现。第三节：“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我问他们：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？”第三次了。我刚离开他们，就遇见
我心所爱的第四次。我拉住他，不容他走，领他入我母家，到怀我者的内室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，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非常美的一段佳人夜巡。很多人说这一段究竟是梦境呢，还是真实的？你说呢？我想根据我的研读，我想这一段应该是梦境。为什么呢？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，在当时所罗门的时代，也就是差不多主前930年的就到970年这一段的时间，一个女子夜间出来寻找男人，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。第二，在这里面提到她要进到城中，这个是在第二节，她要游行城中，这个城在原文是一个单数字，也就是说一个特定的城，很可能应该是指耶路撒冷城，因为那个是所罗门作王的京城。那当时这个苏拉密女还没有嫁到皇宫，所以她应该还是在北边加利利的这个苏念城里面，所以不太可能她会从北到南到耶路撒冷城中去寻找她的良人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就是在第四节，她说当她遇见了她我心所爱的时候，这个佳偶就拉住良人进到她母家的内室。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婚前性行为咯。那这个 premarital sex 在雅各书当中是没有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当新婚之夜的时候，佳偶说这个良人称赞佳偶是一个关锁的园，禁闭的禁，代表她是一个纯洁的处女。在犹太人的这个观念里面，这个童女埃尔玛这个字，或者说是处女，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在这里讲到佳偶找到了良人之后，把他带入母家的内室，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有这个婚前的性行为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应该是这个佳偶在梦境的里面，他非常的可想能够寻找到良人。这一段里面基本上有三个字或者是词重复出现四次。第一个就是我刚刚在读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字叫做我心所爱的。我心所爱的。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she ahava 这个字就是爱。如果你去过这个圣地的话，你常常会看到 ahava。有些它的英文的拼法叫做 A-H-A-V-A, 就是很容易念啊 ,Ahava, 这个字就是爱的意思。在这个以色列最出名的一种的保养品的牌子，就是女孩子她们到了死海的那边，通常你一定会买到最好的名牌，就是不管是擦脸的啊擦手的啊，因为它这个保养品里面有死海里面各种的这个 minerals, 就是矿物质，对于保养的皮肤，保养一些你很容易比如说过敏啊，都非常的有帮助的。所以如果你只要去过圣地，你一定知道什么是 Ahava, 可能你不知道，你知道它是一个牌子，但是你不知道它的意思其实就是爱。就是爱。这个 share Ahava 就是 that love, 就是他什么谁爱的呢？下面就是 nafshi 就是my heart, my soul, 我的心，我的心所爱的。我心所爱的这个字只有佳偶用来称呼良人啊。我们记得前面一次也曾经出现过，雅各书中在第一章第七节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次，也是佳偶找不到良人的时候，还记得吗？佳偶有四个怨叹，我们曾经在第二堂课的时候提过，第四个怨叹就是他找不着他的良人。所以在第一章第七节那里说我心所爱的啊，也是用 she'ahava nafshi, 就是爱，谁爱呢？ my heart, 我的心所爱的。佳偶用来称呼良人我心所爱的，他说你在何处牧羊，翔舞在何处，
躺卧，这个我们曾经在第二堂课说过。所以通常他用到这个字就是我心所爱的，在称呼良人的时候呢，多半都是良人不见了。其实听起来蛮矛盾的啊。良人在的时候，通常我们都说，哎，你很讨厌啊，你很烦啊，等等啊。但是良人一不见了，良人就变成什么？Sha'ahava nafshi， 就是我心所爱的了。等到良人一不见了，就是我心所爱的。这个好像很正常啊，就是在的时候，我们通常就是嫌弃啊，都是唠叨啊，批评啊，挑剔啊。可是当良人不见的时候，他用的称呼就是我心所爱的，非常美的一个字。所以我们看在这里面出现四次，第一次就是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。然后第二节那里说，在街市上，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。第三次，他问城中巡逻看守的人说：“你们有没有看见我心所爱的？”然后又说：“刚刚离开他们，就遇见我心所爱的。”四次用了这个字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，这个是重复出现四次的第一个词。好，第二个词就是寻找。寻找这个字在第一节第二节这个动词总共出现了四次。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他，这两次了啊。然后我们再看第二节，他说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他，同样又两次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字，这个寻找也是出现四次。另外有个字就是遇见，我们在这里面有的地方翻作遇见，有的翻译作寻不见。这个是另外一个希伯来文字，也出现了四次。等一下我们会看一看这两个寻找的区分。这里面我们看到第一节，他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。这个夜间在原文是一个复数字，所以可以翻译作 nights, N-I-G-H-T-S， 因为通常我们中文单数复数分不太清楚，我们中文在这里把它翻译作夜间，其实应该是夜夜，就是 night after night， 一个夜晚一个夜晚。我夜间躺卧在床上，或者说我夜夜躺卧在床上。 Laila 这个字就是夜，比如说我们如果到了以色列，你说 Laila Tov 就是好的意思，那就是晚安。所以你说 Laila Tov 就是夜 night， 然后 good night 就是晚安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平常常常看到的一个希伯来文字。有些地方就把这个 night after night， 就是一夜又过一夜，翻译作 all night long， 就是整夜，也可以这样翻。所以在这里也可以说加偶他整夜躺卧在床上，或者他一个晚上好几个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所以好像在床上心里面非常想念良人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。本来他邀请良人是黎明的时候叫他转回，结果良人没有回来，所以加偶夜间在晚上就睡不着，在床上躺卧，这个寻找我心所爱的。这里面我们刚刚讲到两个寻找，第一个是寻找，第二个翻作遇见。第一个寻找是 bakash， 这个希伯来文的字，这个是一个这个字是需要花很多很多努力，有意识的去寻找。所以表示当这个加偶进到城中的时候，他是真的是在人群当中一个一个盯着眼睛去找的，花了很多的努力。比如说撒母耳记上10:14也有出现过这个字 bakash， 寻找，就是要去找驴，扫罗要去找驴这件事情，他一定也是很仔细的去找。另外在箴言书2:4寻找智慧啊，寻找智慧，这个寻找也是要花很多的努力去寻找。所以当加偶进到城中，进到街市上，他是花很多的努力去寻找，但是他说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这个寻就是另外一个希伯来文字叫做 matzah，
这个字，也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很意外的发现，就是我寻找他却没有发现到他，这个好像这个寻可以是努力的，也可以是很意外的。比如说，在这个约西亚王的时候，《列王记下》22章第8节，那里在约西亚王的时候，大祭司希勒家，他曾经在耶和华的殿里得了律法书，这个得了就是马擦这个字，所以他不是故意要去找律法书，他是进到耶和华的殿中，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律法书，所以他用马擦这个字。这个字可以用作无意间找到，也可以用作努力的去寻找。我通常很喜欢跟还没有结婚的男孩子分享一节的经文，这节我都通常都用希伯来文跟他们分享，就是在箴言书18章22节，那节圣经用希伯来文讲非常的容易，叫做马擦马擦，我们刚刚说过就是遇见或寻找，它叫做马擦以下，以下就是一个女人，马擦 tov 就是所有的祝福，所有的好处。那你现在知道马擦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寻找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句话简单的翻译就是寻找到一个女人，那当然这是对男人说的啊。寻找到一个女人就是寻找到你的妻子，就是寻找到所有的好处，所有的好处，所有的祝福。我们中文圣经在箴言书18章22节，它的翻译非常的含蓄，他说得着贤妻的就是得着好处，其实那个贤妻那个贤在原文是没有的，他只是说马擦一下是找到一个女人，所以如果你找到一个泼妇，也是得着一切的好处，不一定是说要 得着一个贤妻，因为贤这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，马擦一下就是得到一个女人，得到一个妻子就得着一切的好处。我们知道很出名的哲学家 Socrates 苏格拉底，他的太太就是一个泼妇，所以就是因为太太很凶，所以他才成了一个大哲学家，他能够明白人生很多的奥秘，能够去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，他能够用很积极的眼光去看一件事情。所以我跟我们的这个英文堂的一些男孩子分享的时候，他们都很容易把这一节圣经的希伯来文记下来，马擦一沙马擦托夫。那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就跟我说，师母，我现在寻找姐妹只有三个条件。我说哪三个？他说第一 female， 我说 oh good ok， 第一是女孩子，我说 sure， 一定是一个女孩子。好，那我说第二呢，第二的话呢要能够跟我一起吃饭。我说什么叫做跟你一起吃饭？他说 eat with me， 因为如果你跟他一起吃饭，因为有些女孩是这样坐着看你吃的，没有什么意思，他喜欢好的东西大家一起分享，所以当他在吃的时候，太太煮，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的聊天，他觉得这是很快乐的事情。那我说那你的第三个条件呢？他说第三个条件就是要听得懂我的笑话， understanding my joke。 我说哦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他是 ABC， 就是讲英文的，有的时候他讲一些笑话，那你不会笑，你不会笑就表示你好没听懂啊，然后就好像少了那个共鸣，所以他觉得说要听得懂我的笑话。我说你可以把第二第三都拿掉，圣经上说马擦一沙马擦托夫，就是寻得一个女人，寻得一位妻子，就是寻得所有的好处。这里用的寻得就是马擦这个字，在这里用的我们中文的翻译是用寻见或者寻不见，寻这个字，或者是翻作遇见啊，却没有遇见他，翻译作遇见。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佳偶这个时候他从床上起来了，他要出去寻找我心所爱的。我们看第二节，第二节那里说，我说我要起来。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很熟悉？在前面的一段，当良人来邀请他的时候，良人说什么？他说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那个时候他不起来，但是现在怎么样？他起来了。所以在这一节圣经，我们看到佳偶从被动转为主动，本来他是被邀请的，现在他是主动的起来。
所以在第二节他说，我要起来游行城中，在街市上，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。游行就是 go around， 就是四处这样子的寻找。街市或者是宽阔处，宽阔处就是我们说的一些集合的地方， square， 大的集合的地方，或者是街道的上面，很多的街道，一个一个街道的去寻找。他说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我可以想象迦偶那时候心里面的焦急，所以他很心痛的呼求说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，找不到我心所爱的。记得在多年前，我们全家就是回到到香港去探亲，因为我先生他是香港来的，所以我们就带着孩子，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大概可能6岁7岁，大概那个年龄，两个儿子，然后我们就带他们到那个 Mong Kok， 我想那个地方应该是旺角哦，香港有个地方叫旺角，人很多，我们就带他们到那边买东西。结果走一下，我就发现，诶，我的小儿子不见了。我以为他跟爸爸在一起，爸爸以为他跟我在一起，就一看小儿子不见了。那当时我的大儿子就说，妈，我要去找弟弟。他就很焦急说，我要去找弟弟。我说，你不能再走了。我就抓着他，因为人太多了，人来人往，就怕找不到。这时候我的先生就叫我们站在路口，好牧师，他叫我们站在路口，哪里都不准动，就在那里，他就一条一条街去找。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先生好像疯狂的人一样，他到每一个街口就大叫 Justice， 因为我的孩子的英文名字叫 Justin， 旁边的人都在看他，他不顾旁边人的眼光，就是大叫我儿子的名字。那我的儿子那时候他搞丢的时候他也很害怕，他前后左右看不到爸爸妈妈，他就看到一个穿制服的，他知道那是警察，所以他就去找警察说，找不到爸爸了。然后警察就说，你住哪里？他说美国。然后警察说，你在那里住哪里？你在这里住哪里？他住爷爷奶奶家。爷爷奶奶家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啊，警察就也不知道该把他放哪里，就放到警车里面。一直到他看到好牧师这样一直走过来，一直走过来，大叫 Justice， 他就从车上跳下来说 That's my daddy， 他就那是我爸爸，我就赶快跑过去抱着好牧师。所以我深深的知道这个寻找这个亲爱的人的时候的那种的感受，在那里迦偶四处在街道上，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。第三节说，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当然这个遇见用的是马叉，就是看见他。城中巡逻的人就是那些绕着城在看的人，还有一些看守的人，他们看到了他，他就问他们说，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？我想这个圣经上没有记载他们有回答，所以很可能他们用手指了一下，所以迦偶就过去了。他一刚离开就遇见我心所爱的，他就立刻抓住这个我心所爱的，紧紧的拉住他，不容他离开。这里用的拉住这个字，就是在2章15节我们用过的同一个动词，这个动词在希伯来文叫做 ahatz， ahatz 这个字在那里翻作擒拿，还记得吗？2章15节那里说，所罗门吩咐旁边的侍卫要擒拿什么？擒拿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。所以在这里以一个弱女子就紧紧抓住我心所爱的，领他到他母亲的内室，不容他离去。我们看到终于一个伟大的结束，就是找到了我心所爱的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再一次用大副歌，第二次的出现，用大副歌来结束第一幕的恋爱期。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，不要叫醒爱，等爱自己情愿。我们一同的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知道你深深明白我们感情上面的波动。主，谢谢你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创造了我们有情感，让我们有爱，
有着急，有的时候有后悔，有的时候真的是有各样不同的情绪在我们的里面。但是父神，我们知道你深深了解我们心中的波动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这一段的经文，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，其实，在恋爱其中有许许多多的分分合合，失去了又寻找。主，你让我们在这个失去寻找当中，保守我们的爱情能够在你的里面，能够一天比一天更成熟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祝福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